格格式格格式的服装。小仙王。没有出声的。对呀、啊，没有啊。等一下。安娜很害羞啊。安娜很害羞，很害羞。接下来我访问下一个模特。我这样等了一个小时哎。今天的主题是复古。还不知道哎。哥哥。哥哥。你那天是穿的是什么？他们还没有讲是什么的。今天你们都是我们那个服装是哥哥，然后他们让你扮演紫薇。哦。有看过吗？那是不是？还没看过吗？有，现在去看。啊，还是哥哥啊。OK 哈。